去别人的水库骑。我满脑想的都是自己的自由，我明知道你行动不方便，望着怪老天爷，我却没有在你身边，为什么让你一出事就要阻拦你？满脑想的都是自己的自由，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你？望着怪老天爷，为什么让你一出事就要阻拦你？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你？是命中注定的，谁也不要怪谁。难道你从来都没有觉得不公平吗？这是命中注定的，谁也不要怪谁。起初的时候是有的。难道你从来都没有觉得不公平吗？都是值得的。起初的时候是有的，但是都是值得。妈妈已经很累了。这给你，要不要穿？随便。我后悔来看你了。
知道，这个问我那一个，你知道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还是回答你。你这样没有工作吗？问我几点回来？你是嫌我烦呢？问东西放哪里？不是这个意思。问这个问我那一个。那你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好了，还是回答你。再过几年，等我最受挫的时候，请你把我丢进了深渊。嫌我烦？妈，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好了，再过几年，等我最受挫的时候，请你把我丢进老人院。妈，好了，谢谢，谢谢。来，给我。妈，我们自己来吧，今天是我们大日子。安静，来来给我。还叫我安静。谢谢。来给我。妈，我们自己来吧，今天是你们大日子，来就可以了。安静。来给我一种失败的交易，你还不琢磨，马上进入了多起粗糙的交易。放下枪！你去自首了。揭露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一种失败的交易。如果你觉得我只是为了即将引发多起粗糙的交易，放下枪！你去自首。我想做回一个好记者，不可告人的秘密，终于揭露了真相。如果你觉得我只是为了即将引发多起粗糙的交易，请看更多华语和粤语版的《时事播报》视频。好警察。每逢周一至五晚上10点，优频道免费上 B 站去免费自行选看更多华语和粤语版的《时事播报》视频。人生中背后其实需要较大的勇气。我是离婚了才幸福。常说食物把家里的债务慢慢还掉。幸福靠努力，背后其实也在台湾一起。我是离婚了才幸福。晚上9点，把家里的债务慢慢还掉。不观看。Digital Network, Singapore's number one premium digital network. Our network combines MediaCorp's strength, audio, MediaCorp Digital Network, Singapore's number one premium digital network, and sports network combines MediaCorp's strength, parenting, and entertainment, and more, audio, ready to reach lifestyle, with best-in-class partner platforms and sports, premium digital network today, parenting, and entertainment, and more.Ready to reach highly engaged audiences? Advertise on Singapore's number one premium digital network today. 现在很有可能是脑部受到刺激，以前失去的记忆正在慢慢恢复。爱肯尼迪掉进了大山，痛苦没办法呼吸。现在很有可能是脑部受到刺激，以前失去的记忆正在慢慢恢复。爱肯尼塔纳山大先生。中国内地呢参加了一个真人秀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个八零
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个画面，秀的一个综艺节目，全听你说，星期二晚上八点，你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是不一样的。晚上的时候我不敢关听你说，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那个画面。全听你说，星期二晚上八点，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V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全听你说视频。妈，我不要紧，我们等下记得时间再去吧。妈，他是大年的你妈去一间甜品店，里面很出名的榴莲冰淇淋，超好吃的。妈不想吃榴莲，但是我想吃。在哪里啊？全家榴莲店，笑到那么开心，超好吃的。明天带你去。妈不想吃榴莲，先送你妈回。但是我想吃，你们去吧。在哪里啊？自己回去的。可是很快就到了。笑到那么开心。不要紧啊，姐，我送你回啊。你好好的照顾我的姐就可以了。好啊，就这样作病了。OK， 你们走了。妈，自己回去的。我去跟来。可是很快就到了。不要紧啊，姐，小心点啊，送你回啊。你好好的照顾我的女儿就可以了。就这样作病了。OK， 我走了。妈，哎，我去跟来。玩得开心点。哎，小丽，小心点啊。去吧，我在这里等你。我过去叫他们过来拍。你去拍吧。好，你等我一下，我快就回来。去吧，我在这里等你。